好，我们来了。来，要不你了。好，等一下你就只有嗨，我是汪怡，汪怡，我没了，好，我会提问，还是会问，但是你回答快，我回答的好，再来两句，我就换下一题，再来两句，我就换下一个，好不好？谢谢。对对对，嘿，你好，你好，嗨，下一位，嗨，一个字数而已，我的回答会一点字数会减少，对，两分钟，还有两分钟，好，麻烦喽。来，麻烦所有人检查手机哦，谢谢。三个人。一二三，三二一，等一下才有声音吗？我们默靠看。哇，哦，默靠看，从第二集开始说。默靠看，不是因为太真实，真的，他都觉得是真的。所以等一下才有声音。对对，现在不用做任何事。对啊，对，提醒各位。各位，我们拿到麦就可以讲话，不用去找开关，也不用敲它，拿了就可以讲话。因为它 always power up， 谢谢。好，谢谢。老黄在哭。而且现在公平，第一集到第七集都对。对。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40秒，40秒。30秒。20秒，进现场，请准备。来，准备进现场，10秒，9、8、7、6、5、4、3、2。大家晚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达金，非常荣幸为各位主持服务《和平归来》的映后的时间。相信大家刚刚看完七集的完结篇，心情一定要需要沉淀的时候了。不过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映后的时间邀请到了8位、9位的主创团队来到了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拍摄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辛苦。首先热情掌声欢迎的就是汪怡馨制作人，欢迎。那麦克风说话，谢谢。麦克风，大家好。欢迎汪怡馨制作人，接着欢迎是林世章导演。Hello， 我是导演林世章，谢谢。欢迎，接着热情掌声欢迎的就是国桥女神一姐范晨飞。Hello， 大家好，我是晨飞。接着欢迎的就是市长今天不客前来，我们欢迎副市长李新文。Hello， 大家好，我李新文。接着欢迎的是护理师督导白白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白白。接着欢迎的是这位非常苦情的病患代表，好不容易怀孕了。染 SARS 过世，但今天他又回魂了。热情掌声欢迎妍安姐姐。Hello， 大家好，我是妍安。再来，我们欢迎的是两颗润滑剂，首先是润滑剂一号 Sakino。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妍安。接着欢迎的是润滑剂二号，欢迎方胜杰。大家好，我是苏东义。最后欢迎的是感染科主任关嘉宇老师。大家好，我是小关关关嘉宇。好。大家一起看完了这个第七集《和平归来》，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心情会有点激动跟沉重的。我相信现在大家看完了这个节目，应该都是非常的振奋哦。看完之后，可是会有一点点有点 sad， 但是又有充满一点力量、热血跟希望。我们先请制作人跟大家说一下，你还在忙什么呢？还看大家的反应是不是？好好，你要看反应是不是？那我们一起看你的反应啊！你不要，你现在大家在看你，你在看他们，这什么样的巡回跟轮回啊？你就好好做好你的事情，不然后面哪有东西可以看啊？好吧，你先跟大家说几句，就是一起看完的映后的感受，好不好？王制作，好，谢谢大家。其实。看着今天结尾，因为剧情我已经看大概2万遍了，可是
今天作为一个制作人看到这个结尾，我很感动啊，就是我刚其实自己躲在停车场看，我很感动的原因是说，透过很多好的演员，然后很多朋友们的帮助，这个本来应该是拍不起来的题材，最后我们把它完成，然后我们让这个故事就是曾经几乎快要隐没的故事啊，能够被看见，就很感激，然后也谢谢所有参与，不管是赞助、投资、鼓励、协助的众多朋友们。那我常常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人在帮忙，让我们一关过一关，最后能够把这个好的故事呈现出来，那非常感恩也非常骄傲。谢谢汪制作人，你今天穿得很清凉耶。对，我以为是 Q 上半身是吗？全身的直播，我忘了，我以为。那请你脚也缩一下，下不要张那么开好吗？谢谢。好，再要欢迎林世璋导演跟大家说几句话。好，不会不会，十八禁哦。世璋导演，哎、，Hello， 我要怎么讲？从第一集播到第六到第七。每个礼拜这样播，我有到网络上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负评没有很多、哦、那我觉得从一个广告导演要转过来拍戏剧，这是第二部，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负评，我其实都很开心。那有很多，我们有跟很多医护在，我们有就做试映会，那很多医护看完都，我看他们都一堆人都在哭啊。那表示说，其实他们非常认同我们的剧，那这样我就很开心了，很开心的，非常棒啊！来，陈飞呢？因为我最近其实刚跑完我的专辑的宣传，是专辑名称叫做啊，现在可以宣传吗？当然可以，你是我们的国小女神呢，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真的假的？那现场来卖一下专辑也可以。我在做宣传，让我知道了全台湾各个地方，很多的国际桥牌社的牌友，还有在收看我们和平归来的朋友，他们就会到场来跟我支持我，然后来听演出，然后会跟我说他们很喜欢这出戏。那当然在网络上有很多人的回馈，然后那个回应也都非常的，就是让我们都非常的感动。那可是当我真的到了每一个书店，实际的见到他们每一个人，我可以真的感觉到他们的眼神告诉我，谢谢我们拍这样子的戏，以及他们所看到他们真的真心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题材，然后我们的呈现方式，那个感动跟传达是非常直接的，所以也再次的谢谢就是所有的观众朋友的支持，这样。谢谢陈飞，要继续演下去哦，你是我们的招牌，好不好？再来，副市长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呢？我记得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台湾上空好像有一层很阴霾的那个气候在笼罩着。那时候我们其实也蛮忙的。那突然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常常出国啊，什么都受到影响。我从来没有想说，这件事情会把它拿出来拍成戏。我觉得这个很真的很经典，很伟大。我感谢这个制作人来导演，其实他们在现场非常用心，导演到细节注意到那种，我觉得这是对一个戏的认真啊。那当然以我的角色来说，我在接到这个角色，其实我二话不说，我觉得做一个演员就是把它演好。我知道这个角色他要扛很多负面的一些状态，哦，你看了以后都知道他要负责去评估，然后封院。但是如果不封的话，160多万人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回顾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有时候，当然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在下这个政策的时候，有时候他必须要用时间来检验啊，时间检验过后，然后很多事情当然有他的因果啊。但我觉得这部戏我演下去演的，我觉得我很投入，而且我觉得很过瘾啊！我希望这个有类似的这样戏，然后可以去反省这个时代曾经的变迁，还有时代的一些血泪的故事，都应该拿出来让民众去了解，而且要拍得很写实。我觉得这戏它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就是它很写实啊，而且每个演员都非常的敬业。你到那边现场就觉得导演在现场安排那个气氛都很好。
就很好，你就是进入那个环境。我觉得这是我从一以来我觉得很过瘾的一部戏啊。我也希望将来有很多戏能够像啊领导啊还有制作人这样子继续合作，对，把类似的那个故事啊再挖出来，再来让民众，在后代的民众，就是我们现在看20年前的事情，再来解释一番，到底我们有没有从里面得到什么启示啊？其实这个故事最重要的点。谢谢副区长为我们致辞，真的是致辞，不是没有啦，我是讲我的那个副区长，你可以看一下那个镜头吗？你对着镜头看，帮我们 zoom in 一下好不好？ zoom in 一下李新文副区长 zoom。你可以再近一点，你看他，你可以再近一点。好帅！你知道他今天是素颜吗？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我今天看到本人，我想说副市长你的肤质状况也太好，我们都妆化了好多层，然后你完全素颜，然后状态超好，你55嘞，甘拜下风啊！谢谢副市长，我们走下一位喽。哎，刚刚你是要插话吗？这一位制作人，那个谢谢新文哥刚刚对我们的期许，那20年后。希望我们还可以活得到20年。可以的，对对，我们继续拍下去。对，如果还没倒的话，可以的，可以的。你不是说让演员多说一点吗？干嘛一直插话啦？我要走下去了啦。我帮你铺垫了啊、哦，真的很棒，谢谢。那我们欢迎白白老师，白白跟大家说几句话，一起看完这个7集的感受。我自己觉得自己很幸运，就是作为演员做。把演员这件事情当成我的工作，我的职业。演员最幸福的事情是我们透过这个工作，然后可以体验很多不同人的人生。让20年前我们都在台湾发生过就是 SARS 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嘛，而且我那时候才念国中而已。那我这次饰演的是医护人员，我是演一个护理师，所以我好像就是用另外一个身份再去经历同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戏最特别的事情是用一个非常纵观的角度来揭示这个历史的事件。比如说你会看到当时台湾在国际间的处境，然后当时这政治间的角力，然后医护间还有跟病患还有跟一般的民众他们的家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角度。然后我在看评论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戏的目的，我们需要很多不同的声音一起来讨论。也因为我们走过20年前这样子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在面对新的病毒，在面对新冠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因为走过那一段，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有方法，越来越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也想要鼓励大家，我们现在很好，我们很棒，我们会继续下去，我们会加油。谢谢督导白白老师。再来我们就要请这个病患代表杨安姐姐。你很健康哎、欸、哇，今天你好开心哦、喔、哦，你回来了。哎呀，来对大家说几句话，大家看完第7集可能会希望一些疗愈的感觉。杨安姐姐，其实首先我要非常感谢就是制作人跟导演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然后我记得在 SARS 发生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刻是那时候我正透过电视看和平医院被封院的时候，对，所以我没有想到在多年之后呢，我会有机会能够扮演其中那个病患的角色。那当时看电视跟真实去扮演角色的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我上次记者会有分享过，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工作人员大概跟我讲真实的状况，其实那时候听完非常 shock， 因为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疫情现在会影响整个家族的一个命运，这个是让我非常没有办法想象的。可能是我生活周遭我们还没有受到这样疫情的一个侵袭这么严重，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想象那种生离死别或者是那种遭遇病苦的那种病痛，甚至于整个家族毁灭的这个状态，这个是让我出乎我意料之外。所以当时我就在想，那我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借着自己一个小小的力量去把当时病患所身处的一些状态如实的去把它呈现出来。那我也希望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然后对于疫情，尤其我们现在刚好也这2-3年处于疫情的这个状态之下，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有更多的同理心跟理解，去
关怀我们周遭的人，甚至于用一个更开阔或者是更慈悲为怀的一个心情或者是眼光去看待这个疫情或者是正遭受病痛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佩服制作人能够拍出这样的戏，因为真的非常不容易。对，而且这样的戏真的拍得很精致，很要求，尤其导演他也非常的认真在拍摄。我们当时在演病患的时候啊，其实我不知道，我就因为那整个环境其实它就已经呈现出那样的氛围了。那所以我们把自己的状态准备好之后呢，就是整个进入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其实，整个的那个气氛的营造都让我感觉到当时的那些病人，我相信他们在一个那样的空间，的确是会非常的感到恐惧跟害怕，甚至于不知所措。对，所以当时自己已经准备好进入角色，然后刚好，拍摄的空间也是已经 stand by 好在那边，你就是等着走进去那样的一个空间状态，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哇，对，就是这样子，是非常真实哦。以后不要再包庇老公了，如果真的去过大陆就要讲好不好？滚动七级的故事就是罪魁祸首。好，现在怡安姐姐再来，哇，喜剧担当哦，来再跟我讲一下，大家一起看完第七集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受。看完了七集，其实，以我的身份的话，其实很早以前，我们原住民在台湾就已经开始在写历史，然后只是我不知道说，当我读书的时候，竟然要知道说长江以南要从哪里开始，然后可是这一次接触到这个和平归来，才知道说台湾的历史真正开始。所以，因为我自己老婆也是医护人员，然后从她读书，然后到现在在这个医护界啊，她也服务了将近快20多年。插播一下，就是戏里面的玛雅啊，就是你的老婆，对对对，真正的老婆，就是我的爱人，对。然后好浪漫哦，对，好肉麻。然后我太多了，对，我只要一来，没有，我只要一离开她，其实我心跳的频率就会慢慢变低。可是我一靠近她说，哎，我心跳又开始心动了。对对对对对对，就非常奇妙。对，然后对，是，然后我也是从第一集陪他这样看，因为我们家里是那个 MOD， 然后每次想说，哎，奇怪，怎么都没有准时播这样，我在等。对，然后就陪他哭了。你没有买全集哦？没有，不是期待哦，真的是比较就是你懂吗？那个心情。他没有心情了。欸、我买了两个，两管插管的了，啊，都送给朋友。欸、现在是要讨论这个吗？我自己在等待的。好，对。然后陪他看完了七集，然后我问他说：“欸、老公，你看完七集，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他说：“欸、老公，对，就是这样，当时的情况。”然后那个时候他刚好也是学生，然后我说：“那个时候你们学生是怎么被管制？”他说：“一步都不肯离开宿舍。”因为他们是随时待命，就是前线若是有什么样状况，他们要马上立即补上哦。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就如同我在医院里面被封的时候，然后那我若是军人，然后我的爱人在里面的时候，其实我当下的心情就是要不一起死吧。对，然后他不走我也不走。对，所以那时候就陪他一起哭啊，然后我就递卫生纸给他，我说这个有什么好哭的，他只是跟病人讲说好了好了，就是够了，医生够了，他已经努力了。然后，可是这句话我老婆竟然会哭。我说：“老婆，你干嘛哭这个？”说：“不是，你不懂，这个生离死别，他必须要练习的。他不是说你一次面对到死亡之后，哦，你就可以冷静，然后你就可以不哭。没有，他是很多次很多次，然后他要去跟家属讲说，我们尽力了，然后他死亡时间，你要跟他讲死亡时间之后，他的心情是如何的。”然后护理是更能感同身受啊，对对对，然后他们要更要站在家属的角度，然后去看待那个病人，就是他们要将所有的病患当作自己的家人来对待，然后所以包含前几年那个 COVID-19 啊，然后那个时候国家队不是有征召那个什么疫苗大队，他想都不想他就报名，然后我说你至少得问我吧，因为我没有经历过 SARS， 然后。现在又突然一个东西，然后要封住整个台湾。他说：“我若不去的话，那谁来帮你们打疫苗？”
你若不去，可是你要想说，你若去的话，那大家是不是左右邻居说，哦，你那个是疫苗大队，他不能回来？嗯，哎，那这验证一件事情，你在你老婆心目中其实不是很重要。对，他把我看似跟大家都一样，我们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生命体。嗯，对，把每一个救起来之后，为台湾发光发热，所以是非常的棒。所以他那时候最后加入之后，其实我都能够体会，就是好吧，那你就去救大家吧。我们给大嫂拍拍手好不好？哎，谢谢，真的辛苦了很多的医生跟护理人员哦，非常伟大。谢谢小金牛，来再来方胜杰，哎，大家好，一起看完的感受。我自己。有几集是我回到家里，然后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看，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太小，还不知道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只知道那时候家人对我的保护其实是蛮好的，对，然后去拍了这部片之后，然后看完完成它的时候，我也觉得，原来那时候我们身处的地方是这么的，就是水深火热这样子，然后跟我爸妈他们在看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聊到当初那个时间点，他们做了哪些事情，防范了哪些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们在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认真，因为他们一直在回想跟回忆当时候的那个情况。对对啊，只要我跟傻哥出来，他们两个就吵架了。不需要，不需要。就是对，就是空闲时间，他们两个就吵架了，知道吗？就是多的，就你们就是广告时间的感觉，广告时间就对，就是对啊，他们太紧绷了，对，很轻松了，就很轻松。然后就是以前，然后那个时间点，他们可能有经历过哪些事情，然后可能就是突然在一个翻旧账之类的，然后他们俩就砰就吵起来。我说哎哎，等，你先看我，哎，我来了，是有意思，这样子，对，好，再来是感染科主任关嘉宇大哥。我觉得和平归来这部戏真的是可以提供啊，在身处在当时 SARS 这个风暴这一起之下的这些医护啊，还有身亡者的家属等等啊，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情绪的出口。其实那时候剧组要找我演这档戏的时候，说真的我心里有点挣扎，我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接。但是不关这个政治，是因为在接的那个时候，我爸才刚走的不到一年，然后我爸就是因为COVID-19 打了疫苗之后，造成心脏的不适，然后最后手术。所以那时候我很怕去面对那种医疗的剧情。我甚至害怕说到时候我演的时候，我被演到一半我演不下去，然后硬生脱逃了。可是后来我看了剧本之后，发现哎，还好我这个角色没有接触太多的医疗的这部分，那就很谢天谢地，之后我可以这样子去完成这档戏的演出。但是像这插管啊什么，以一个演员的立场，我们都应该要去学习。那我们那时候也很想说，我应该跟剧组说，哎，什么时候要开始要拍这个插管，我要想去看一下。可是我真的不敢，我后来手揪起来了，因为我怕再去面对，再去想到我爸被插管那时候的感觉。我是很想知道我爸插管的时候是有多么痛苦。所以。有经历过这一段之后，我觉得我们和平归来真的，我可以感受得到，它真的可以提供我们很多当时的医护还有身亡者的家属一个情绪的出口。嗯，你这样，谢谢。你直播可以继续吗？你情绪要不要调整一下？你要不要看一下撒金的脸？舒缓一点，你们舒缓一下，哎，让情绪要回来一下。我想看他，看他跟白白那一段，我可以要求吗？感情不能勉强，是不是？等一下，不能勉强，对，等一下再叫他们来演，对。来，汪制作，我们回到汪制作好了，因为你在拍摄过程当中，你说有看到、感觉到一些无形的朋友都在守护着我们，那你觉得是不是已经有对他们有所交代，完成了这个剧？对，
镜头上看起来那么胖，那个不是重点，对，重快点，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快点，对，那是满的，不是胖。其实我们做了哈，我们这八年来做台湾 GIP 计划里面，当然不止国际桥牌这系列，我们还有其他包含电视节目跟纪录片。其实我们在做这些比较有关历史的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想的，我们到底要讲给谁听？对，大家当然讲给没有经过那个历史的人听，好，我们讲找回记忆嘛。其实我们也想讲给那些已经在天上的人听，是啊。那所以我们其实在很有趣，刚好就是一位我们另外一位一个作品叫《孤军》的军烟，有一位军烟家属叫陈碧恩女士，嗯，我们讲黄妈妈，嗯，我家儿子在30年前在军中服役过世。那我们去追凶的那个过程的一次纪录片，我们就成为很好很好的朋友，嗯，好，很好的大姐。她那天来探班，她说她看了老半天，然后要走的时候我送她出去，她说那个，她说王导，我跟你说哦，你要喝啊胖，哦，前几天在看，我说嗯，我说谁？嗯，她说很多，嗯，无形的，她看得到感觉到，哎，对，因为她说她可以通灵了，哦，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拍孤军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办法拍。他永远会鼓励我说：“我可以，因为国章，国章他儿子，国章托帮公一出力，我想出力一下，弄爸我。”然后我以为他只在鼓励我，后来发觉他真的是有很多灵异出现了。嗯、那一样拍和平归来的时候，他在病房，他说他，那我就很紧张，我说：“哇，那是不好吗？”他说：“没有，他说很多人在看着你们拍，好、嗯哦、是带着善意的，啊、哦，所以那包含我们那时候在拍一场戏，就是有关上吊自杀那个。”的在落地间，也甚至也莫名其妙就没有办法运作，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现场老师也很有经验，释放顶了一下，说了一下，哎，没有预警又恢复正常，所以我们过程中有很多我们觉得其实都过不了的关，都迎刃而解，都很怪，啊，感谢，谢谢，感谢，谢谢所有人，谢谢，谢谢。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的系列规划是先出第三季吗？国际小白社，我们其实现在同步在处理两个系列，如果没倒的话，就我们需要资金，赶快，现在募款的时间。因为国际小白社第三季的剧本已经写的差不多了。OK，、啊、其实我们同步也在筹备另外一部电影，叫做就是1996台海危机的军事版电影，啊、源自于我们国桥第二季里面有台海危机，就是 Sakino 跟苏中义这条线。哦，对，那因为这条线呢，其实。还有他们啊、oh, ，OK， 对，我就不太想用，肯定要联系，你知道吗？他爸妈都不高兴了。我一直在想说怎么换掉，导演，我丁群这边会把它换掉，麻烦了，导演这边会处理，麻烦。角色还在，演员不是同一个，那没关系，就只能派副市长。Face off， 那这部电影很重要，是在于我们现在面临到几乎是快30年前，嗯，我们面临到的事情。那当年那个危机里面，其实有很多 under table 的故事，嗯。还没有被好好说，嗯，我们有点想像惊爆13天这样的模式，嗯，前线发生什么事，我们的高层发生什么事，参谋本部呢，我们和国外的联系呢，就是几种危机交互之间在运作，听起来很贵哦，对，听起来我们需要，我们需要，要不要丁群有说一下，我们真的需要资金，挹注资金。没有钱，哎，这边这边换这台二号机了，二号机就是请各位干爹干妈可以持续，我们继续往台湾记忆的路上迈进啊。那国际小白社三呢，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国际小白社三采取一个新的叙事方法，那比一跟二更好看，太精彩啊！对干爹干妈一句够好吗？不是，谢谢，拜托。不是我，好 Q 你，不是我都你在忙啊，我想要闹你一下，我都会搞成像家属打理。没事没事，不要，谢谢各位的，感谢至上对各位最诚挚的谢意，真的需要你们的支持。好，再来导演啊，你当初结局就那么 sad 吗？还是有其他的设定，给多一点阳光吧？还是本来就这样的结局？其实当初结局的设定就是 女主角就是要离开了，不确定。So sad。对，可是我们，可是我们那时候编剧写给我们的女主角离开，那里面有好几场戏，都是三角形，都是没有台词啊，那很对，很考验哎，很讨厌，很考验，因为汪哥可能在编剧那一段可能没有付钱啊。
啊之类的。我一看八个三角全部都没有台词，好难哦，真的可以呢，真的可以问白白，他们也会唱，他们来麦克风给白白，白白跟钟瑶跟那个跟柯宇文他们在那个负压病房里面，他们全部一进去说导演，我们待会要怎么演？对，然后我说拿出脚本，看了就一横，八个三角形，然后我就说，反正呢，你们就是哭，然后用手来演戏。哎呦，对，然后我就说要白白先哭，因为白白所有的戏里面，他没有一场是笑的，有，唯一有一场。就是对到眼那个，好，因为他全部都是帅，对，唯一他全部没有血，他全部都是哭，所以那一场我就叫白白先哭，好，就没想到钟瑶比较厉害，钟瑶是哭，然后还来带手势去带动每一个演员的状态，这个我就请白白讲一下那一场，好，白白，我们那天都靠他的手，他指到谁就哭，真的真的。因为他要用，他没办法讲话，因为他插管嘛。然后我们又穿那个兔宝宝装，只剩下眼睛而已。嗯，所以导演就说：“你纵使哭到爆炸，其实看起来好像也还好。”我们先哭第一 round 的时候，导演就进来说：“他都已经死了，你们还不难过吗？”我想说：“我们要难过，难过。”他说他在 monitor 上看不出来，后来叫我们肢体动作要放大。然后我刚好在一个墙面，你知道吗？我是这样哦。好难哦！我们已经尽力了，所以导演那时候就是叫我们要用肢体要演戏，他是这样引导我们的，摸床摸墙，然后摸隔壁的。那时候一直摸星浩，他很聪明，后来他就靠在那个黄星浩的身上，就直接抱着他，一直这样子抱。我那时候想说，他不是跟懒懒吗？就你抢的懒懒的男人嘞，你太过分了。那个哭到已经没力了。对，那场戏好像是最后把它剪。剪到只剩30秒啊！可是当时演了，也早上好像拍我们早上大概有拍1-2个小时以上，对，全部就是为了那场哭戏。看这个制作真的很用心，演员好苦，然后导演很苦，剧本才8个三角形，真的是这样啊！所以编剧费要付啦，以后要付编剧费啦，不然就给你8个三角形。我跟你讲，编剧费我超付。所以他们喝酒喝太晚，早上起来就只能打三角形。明白明白。不过话说回来，真的很多很多的客串演员，他们都不收钱吗？还是着收车马费？老王来讲，可不可以讲一下？藤井树啊，郑云鹏啊，波特王啊，小刘医师。我们除了这些所谓高流量的那个知名人物以外，其实我们里面还超过200位真的医护客串。哦，对。对，那我们所有包含客串，包含我们的顾问，包含真的医护，加起来我们大概200多位真人客串，包含当年那个一周刊啊，我们不是有2周刊潜伏进去，对，所以第一集那个一周刊开会那场戏呢，是当年真的一周刊的元老们来帮我们开，那不倒不是哗众取宠，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当年怎么开，那我们也有口访过当年的裴伟总编，可是因为我们要拍戏啊。所以我们要怎么还原那个事情，还是要有表演嘛？那到底怎么演？那与其他们来教演，不如自己来吧。对对对，所以都是5场。所以我们说这一档戏真的集众人之力啊，超级感动。我要补充一下，这些人都是5场，而且听说有些人还主动给你钱，对，还捐钱。很多人拍一拍都觉得哇，好感动，这捐钱。就主要是求角色捐钱呢，还是没有？没有，他第三季可以给你一笔啊！不是，我今天主持费给你，你给我一个小角色，他真没有演呢，好可惜哦。谢谢干爹，干爹我们就这么奖金，客气干爹，客气干爹。对，而且我们发现，其实他们是认同我们的理念，跟我们在制作的那样的精神啊。而且甚至我们在拍片的状态，有些是我们的牌友。那牌友他是来嘎一个角色，他有时候没有讲话，只是当灵眼而已。他会去买了一堆饮料，请我们喝饮料。对，买了一些点心，请我们。So sweet。对，我们真的好多人帮忙，温暖。好好的谢谢他们，那台谢谢，来，那台呢？谢谢我们这些干爹，对干爹牌友，谢谢，感谢你们，感谢。好，在演员部分，我要深入的挖掘一下哦。首先就是国桥女神一姐，当家一姐范丞丞。你看哦，第二季强势入围了金钟影后，哎，这一次很难，因为她要先经历了第三季、第四季，才到了这个和平归来的时序点。你怎么去琢磨这个角色，苏婉贞？
主要一开始就是我先问汪导说确认和平归来到底是发生在第几集之后，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都是汪导跟我讲，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嘛，我不晓得第三季跟第四季的剧本是什么，我不晓得。然后汪导就开始跟我说啊，第三季你就怎样怎样，然后就出国，然后就回来，然后什么助选，然后当幕僚什么什么的等等的，然后有一定的脉络了，有一定脉络。然后我就说哦好知道大概是这样，然后就到这个和平归来的时间，我就到了二周刊、然后是一样我的老大王昭阳，怎么又是他对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我就回去稍微把时序稍微写了一下、因为我也真的蛮怕等一下到时候如果真的又再回来就演错了然后那个时间很难去拿捏，对，所以中间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先让自己知道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子，然后就去诠释。那其实我觉得在这出戏里面，我觉得着重比较多，就是因为他已经变成是二周刊周刊的记者，有一个蛮重要，就是汪导跟我讲，因为他已经历练变多了，事实上也是嘛，按照时序1996到2003，那他又出国又进去幕僚或等等，他一定是有更多的在职场上或者在这个圈子，不管政治圈或者是媒体圈来讲，有更多更熟练的一些方式和资源，所以你变得有一种如沐春风的外放风骚感我说啊，我怀疑苏婉珍你和平归来的角色状态跟王，不是王兆阳，你是跟陆思明那个陈庆堂你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因为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外放，跟而且你第五集的时候陈庆堂出来啦，我先补充，是你引荐哈，我先补充一下，因为中间过了第三期第四季，第三季会有三角恋的状态，不是王兆阳吧？不是不是，救命啊！他们去酒店呢、欸，他这一次会酒店不要，他不是理智，会去民生北路。对，所以他其实人生跟职业，其实王兆阳在第三季啊、哦，也有他惊人的秘密被揭露。哦，就他为什么那么爱上酒店这一回事？哦、就是我们在铺垫这些东西，我们在聊哈，我们在聊是把每个人的生命历程拉，一直拉到，比如说。在《和平归来》里面要出现的人物啊，他的生命历程在第三季、第四季，我们都要先把它铺好，然后他会到了《和平归来》这样子。哦，对对对，所以有做了一些推演了。哇塞，相当精彩，好期待，好想赶快看第三季哦。如果没倒的话，会。太讲了，一直重复哎，这样多需要钱了、啊，加油了，该挹注资金。可以上那个募款电话吗？哎，不过讲到王兆阳，哎，你看他忘你，其实我觉得第一季的时候他是金钟得主力老板、然后第二季你就入围了后卫、你跟他对戏的时候，我觉得他有很多很多的即兴，比方说第三季的时候，你叫他叫你妈妈，然后他延伸了一个很低级的台词说，那我要喝母奶啊之类的。你跟他对戏会不会有时候忍不住笑场？跟马里奥，我觉得好像也都已经很习惯这个模式，所以要知道怎么抛接球。对，所以我在准备跟马哥要演的戏的时候，我都不会太认真看剧本，我说一定会跟这不太一样。对，然后大概知道脉络之后，就到现场去对。那马哥就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就会丢东西出来。那我觉得就是顺着，就是因为他的东西也都很有趣，所以就是顺着马哥要讲的东西，再给他更有趣的回应，这样就 OK 了。对，所以你现在都接得到他的球了。对，好险就是对，很厉害，火花四射，很棒很棒。因为比如说他说叫妈妈是他自己家的嘛，那后来他真的叫了之后。那你就要想要怎么样应对这件事情，对，你乖儿子，对，也只能叫儿子，不然该怎么办？做得非常好哎、那你之后还是问他还是你老板的，对，以后不会换的，是不是？没有办法换老板的话，如果没有倒的话，没有倒的话，老话就这一句，老话一句，以后再看，我们先把第三、第四集拍完，好，期待喽，继续看这个我们的招牌亮眼的表现，谢谢范丞丞，哎，副市长，你怎么看你演的这个敖光德的这个角色？Oh, 你觉得他好人还是坏人啊？你怎么琢磨这个角色？这个各有评论啊。因为我在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市长是谁演？或者说哦，唐风。唐风。结果在新兵日记时，他是有演我的班兵的。心理调试。我是连长。我是连长。对啊，突然他变我的长官。那演起来有点。但是还好，我这个专业人士有意思。但是叫他跟他毕恭毕敬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
但是他演得很好，这个然后也相处得很愉快。那我记得有一场戏是让我很难忘，就是我们在那个彰化秀传的时候，那个很多大批的那个媒体啊，那天哦，就很多媒体嘛，对不对？还有外面有抗议的群众，我到了我的班是比较晚一点，我到现场哇，我以为真的嘞，哇，这个现场营造的跟真的一样，而且那个医院里面要冲出来那一段，哇，我觉得好像真的，我吓一跳，我是不是要离开啊？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目标嘛，我很看就完全就针对我来的，因为现场我是指挥官啊，所以我在那边我感觉到那种压力啊，我觉得现场剧组这个。整个现场那个安排的很好，气氛啊，每个环节都很用心，很讲究。对，很讲究。秀哥讲那一场，大概现场大概300多人，对，好多人啊。哎，我觉得那个气势啊，还有那个感觉，让我觉得，我在那边当一个指挥官，真的，蛮有风的。继续演下去喽，在我们国潮的宇宙里头，好吗？谢谢副市长，一定邀请。好，谢谢。那不能涨价，副市长。不，为了这个戏，为了这个免费干爹干娘吗？好，私下再聊。我觉得好戏我们是不会寂寞的。是的，好，真的不会寂寞。这句话真好，谢谢新闻大哥，谢谢。55岁真的 amazing。好，再来，白白老师，我们的督导，他归为台北电影奖得主，又是一个很厉害的表演指导。我访问很多演员，他都叫白白老师，老师的叫。但听说他自己觉得。演这个和平怪压力超大的，还要打电动输压，有那么大吗？拜拜。最大在哪边？哪边特别大？最大的话就是剧本上面都会写说一个三角形又来了，就刚刚那个部分，对，真的就是三角形，然后什么哭泣的走进去，或是走进去拉开窗帘，就是那个病患病床旁边那个门帘，然后哭泣，写都很容易呢，但是。那个走进去其实对我而言太难了，它不是只是几步路，因为你知道你走进去会有生命危险，可是我们没有当过医护人员，没有在病毒面前的那样子的经验，所以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觉得好难哦，我好难去想象那个是什么，但是作为演员你一定会做功课吧，就会先铺陈想说啊，这场还不是那么严重，先不要哭。那大概放后面一点还是什么的，就是会这样子设想。结果很有技巧没有，但是一进去到片场拍摄之后，发现一件事，你根本来不及设计什么东西。OK， 环境就帮你准备好，因为我们在真的医院里面拍，然后病患就躺在那边，所有人都是穿那个衣服嘛，就是防护衣，然后闻到那个漂白水的味道，你不用拨那个窗帘，你一闻到那个味道，你就会想哭。那个是心酸。我现在是经过那种诊所，它有时候会冰崩，然后门就开，然后那个酒精跟消毒水味道飘出来，我都会起鸡皮疙瘩。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每个人身上都是那个味道。渲染力。对，所以我会觉得最难的事情是我们太小看人性。真的。所以我其实这次认为最难的地方是，我看了很多纪录片、很多新闻什么，大家都说啊，他们是抗煞英雄。但其实没有一个医护想要做一个英雄，就是勇敢不是不害怕，这是我这次觉得最难的。我在认识这件事，因为是这部戏里面很多素人演员的英雄，你中饭都不吃，跑去跟他们蕊戏，帮助素人演员进入那个角色状况，还梳理一下哭到不行的懒懒，顺他的那个情绪。所以你同时有时候有一些戏里面，你又是演员又是表演指导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兼顾跟拿捏那个分寸？首先就是要干爹。什么？没有，我是说真的，就是前置期我们花很多时间，如果训练、安排、准备、排练，这样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其实整个制作啊、导演啊，然后其他演员群们也都会比较轻松。是，对，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前面需要花很多的力气，到现场才能够把比较多的时间花在专心拍戏上。我相信线上有很多人想要跟你学表演，也想要叫你一声白白老师，那要怎么样联络你呢？就是大家可以搜寻我的粉丝专页，如果有时候我有一些课程啊、讲座啊，会放在
上面，或是私讯给我，我会先登记一下。那等到有讯息的时候，会通知大家的。谢谢大家。会很贵吗？我会很贵吗？不会啦，不会啦，还好。啊、那我要学，我学完之后我就演第三季。啊，太棒了，太棒了！谢谢白白老师，麻烦你哦，要调整一下我的情绪哦。欸、你戏中说方圣杰他我马可以，那老实说，现实生活你觉得方圣杰是你的菜吗？哎呀，先不要。不是不是，现在就是，我就要舒缓一下大家的情绪。好，老实讲好了，因为像我们这种眼睛很小的人，有没有？会很羡慕那种眼睛很大的人。所以其实那一句，那你们对看一下好不好？对看一下。哎呀，不要这样。来电五十。对，他真的那个时候原本那场戏，导演是希望我拒绝他的。原本剧本是写要拒绝他，我可能。但是我那一天第一次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就跟导演说。可不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对，其实那场戏本来不是这样，是就是反正有脚本的状态，本来是好像是拒绝，一秒就拒绝。对，本来的我记得台词不知道是怎么，好像是骂萨基努嘛，最后台词是，不是我我们有台词吗？我们连三角形都没有。其实没有台词，我是完全自己写的台词，三角形都没得看呢。对，反正最后是白白说可以玩一下。他就白白说可以玩一下，对，他们就现场玩一下那个梗，直接撞，对他们直接撞，然后他们就现场玩一下，我就觉得哎，可以哦，对啊，效果很好，对，效果很好啊，因为他们这两个从来里面的台词，脚本里面的台词都不能用啊，都完全不行，他们全部都是即兴的，这样自己写的啊，对啊，所以金钟奖真的要帮他们报名编剧奖哦，化名哦，萨基努，对，所以后来要小心，可能会超过8个以上的，一堆即兴，所以后来他那个我觉得非常 OK， 很棒，很棒。好，结论就是先不要，我们找下一位好不好？可以吗？好，再聊了。杨老师，我说真的，我觉得情绪那么重的角色，我们聊轻松一点。因为波特王在戏中是说，我对你很感冒，因为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抵抗力。这种撩妹的话术，你会中吗？通常会吃这种撩妹话术吗？还是还好？你可以再说一次吗？我就你会这样回去是不是？回过他这样子？看人啊，看人。欸、所以你在戏中真的没有轻松的时刻吗？都一直这样角色很重的状况是吧？没有 relax 一点没有？其实没有、欸、因为其实我们本身就是代言者嘛，所以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们什么话也不能说，我们只能这样子假装很鬼鬼祟祟的，鬼鬼祟祟的，然后看起来好像想逃跑又不能逃跑，对。然后重点是也像那个白白老师讲的，就是都是三角形的，其实真的不太好。你也是三角形吗？我的三角形也不少啦，因为编剧在员干嘛啦？明明编剧不是有4个吗？所以你终于知道为什么制作人说好不容易可以拍得起来，你终于知道为什么可以拍得起来了。编剧费花到哪里？到底花到哪里？问你啊，制作人那么多三角形。可是我真的要讲，三角形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演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开放空间啦，让也是开放空间。对，因为我后来在想说，哎，那怎么样？这个三角形，因为像我印象比较深刻，有一场就是，我应该算是被仙人感染，然后那时候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呢，他有一个三角形，就是说我这个角色就是要去饮水间倒水，然后我要咳嗽，咳得很严重，这样。他其实没有写得很清楚咳嗽有多严重，可是我在心里想说，糟糕，他没有讲得很仔细，那到底他这个是染疫染多久？就像那个白白老师一样，就是你会分阶段，我现在这个咳嗽到底属于初级的症状、中级的症状，还是已经到很严重？因为其实我出现的场次不多，所以我就必须要分类好清楚。我每次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在哪一个状态？哦，要算好那个层次。对，其实我们这场，我们这个戏啊，所有的演员都有把演员的生命历程都有在做。对，所以这是也有提出很感动的地方。是，对。所以我就心里想说，那比如说我可能只有11场戏，那11场戏前面几场其实都是陪伴在先生旁边，我是没有话的。那可是你必须要在怎么样，在没有一个台词的状态之下，你必须要把那个表情还有你的那个状态整个表现出来，其实那也就是一种考验。所以我就把这些，我把它当作是挑战演技的一个方式。很棒啊，无懈可击啊，没有破绽哎、欸，真的吗？真的真的，恭喜你！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应该第三集。就是那个严安在先生旁边照顾，然后不是陈玉美帮他问他说：“杨燕，要去看一下，挂一下急诊，帮他找 X 光。”他一面说不用，然后一面那种一讲话就咳出来的、那场戏实在太经典。我记得在剪接室看了好多遍，我觉得怎么能这样演呢？
怎么可以演成这样？就是，然后好多朋友是说他是真的感冒了还是怎么样？我说没有，刚好确诊，然后来。他那天刚好确诊，太健康，太像。他那时候确诊的，确诊的是导演。你是当然，你确诊了。确诊副导拍那个戏，我们 K 了一个礼拜。那是我，但我要讲，他跟耿豪哥的默契真的非常好。我是第一次跟耿豪哥朱先生，对他们第一次合作，尤其是有一场是好像是第四集、第五集，你们怀孕的怀孕那个，两个人的默契有够好的。我真的要讲那场戏，其实我真的是。心力交瘁了。不是，其实没有那场戏，可能我的状态已经都准备好了，所以当时在拍的时候，我已经直接进去那个角色状态。然后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悲喜交加。对，因为那场戏，我本来以为是他得 SARS， 然后有一些状况，后来知道他怀孕了，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就这样子哦，有时候是当你准备好进入那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放开了，你就随着角色走了，然后他就会带你经历那所有的过程。我的经历是这样，我的感受。所以当时进去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那个不是我自己去演的，那是很自然而然它就产生了。然后在一个这么艰难的一个状况之下，竟然会有个生命出生，那个是一种希望，那个希望让我突然觉得超感动的。然后那场戏，朱太太，快走出来！你们先出，我怕你先出，会先到晚上十二点，我们会大超时。你先出来一下顺结语好吗？你跟耿豪，对，你跟耿豪哥两个人哭。对，就他要进入戏中的角色，你快点出来，我们还有三个人。总而言之呢，那场戏就是让我很快的，就是感受到哦，所谓怀孕新生的喜悦到底是什么？那场戏其实就是很感动。很赞，对，很感动，就是导演派姐姐掌声，谢谢，很棒的演出，无懈可击，棒棒棒。好，我要把他带你那个朱太太那个重的情绪，好不好？来，开心，今天很开心的映后时间，来 Sakino， 来搞笑担当，离开了高登岛还阴魂不散，但是这一次没有上次那么硬了，还是你觉得还是很硬？我们的戏其实都蛮硬的。对，我们的场次都很硬，会吗？没有，他们有三角形可以看呢，我们是都没有呢，三角形都没有，要自己写。我们直接到片场，我说：“哎，导演，我们要干嘛？”我跟你讲，你待会去接着就这样。哦啊，所以剧本呢？啊，没有没有，你们没有。我解释没有哎，没有，我就说没有。之后我说等一下，那个汪哥会帮你们加一些戏。我解释一下，他们原来的剧本是有写的，可是一到现场就他们说：“哎，我背好了。”然后到现场就跟市长导演就说：“嗯，先忘掉那些。”对，然后现场来撞，因为那状态什么、状态不对，他们两个的即兴很，其实我们这档戏的演员哦，即兴都很棒，很强，都很强。但如果赵本演也很棒，赵三角演也很棒，即兴也很棒。对，再给你讲一下，你太多经典的台词，你要不要自己说？我觉得这个风月就像百货公司风管一样，大拍卖，纱布三卷100块，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看了不要动。冻的肚子痛，有牙齿的，这么低级的台词，到底是怎么想得出来？你脑袋里面装什么东西？到底是否？对，就是到底是否嘛？对啊，就是有牙齿的女生哦，就是真的是有牙齿的、啊。对，那好像是那个年代常开的玩笑。对对对，他说：“你也陪我去考究。”真的，我有去考究。我说：“哎哥，你们大部分在那个年代，你们都如果说有认识新的女孩子的时候，你们都会问说：‘哎，我最近新认识一个女孩子。’”然后，所以他有没有牙齿？哦，他是有牙齿，他是攻击性的。回来。对对对，对啊，就是考究嘛，对啊。所以你自己看了七集的《和平归来》吗？是。那主题曲会唱了吗？又来四句。五六七。如果那有一天，阮会当离开这，阮一定会大声救出阮的心声。只能唱两句，掌声好不好？很棒哎！再下一句就要付费，我觉得。如果没有倒的话，明白明白。哎，接下来另外一个润滑剂哦，润滑剂二号方胜杰，这一次回归这个和平归来，我觉得你没有来演戏，你是每天来发情的，你知道吗？你根本就是一直想要谈恋爱，而且看白白的眼神，那心动的表情非常的猥琐，是不是傻哥你带坏你？他就是个行动费洛蒙。你讲一下傻哥跟他再合作有什么新的发现跟感受？你被他带坏了，你知道吗？我必须得说，在马祖，其实傻哥已经让我洗礼了两个礼拜，整整两个礼拜，哎，我被他洗礼。
什么洗礼？你知道这两国桥二的时候啦，我这两个礼拜洗礼完之后，想说哇塞，我应该接下来要再遇到他应该蛮难的吧？然后就接到那个和平归来的那个演出通知之后，我说哎，那我跟谁对？我说你就跟傻哥啊。我说啊，完蛋了，我该怎么办？然后一到，我说你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到了现场哦，到了现场就像刚导演讲的，到了现场，我真的一开始是有剧本。到了现场的我的剧本就没了，完全没了，彻头彻尾的跟着傻哥在现场发疯，是真的，就我们两个。你现在抛接球可以接得到他的梗了吗？可以吗？丢回去 OK 了吗？就像陈飞跟马里奥的概念。我那时候刚开始有点像是被他用躲避球砸的感觉，哎，对。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尽可能的去看了一些躲避球的影片，然后看他抛接球，哇，接住了！有你接住了，你做的也非常好哎、欸，所以你有这么饥渴，真的现在单身还是有对象？我现在单身了。真的吗？单所以你喜欢你没有闻到飞龙膜的味道吗？对，我一直散发，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有想要靠这个直播来征友吗？有吗？你是喜欢什么样的各位的亲爱的朋友们，那个很不好意思哈，我的心永远属于六度岛，谢谢。哎呦，分机三五七八，对，分机三五七八，六度岛。哎，白白，你给他抱一下好不好？来，三二一，请拥抱和平归来嘛！来，拥抱一下。你们这是神交哎，更可怕哎！当然了，对啊。好啦 ，OK， 如果真的有兴趣对方正杰想认识的话，欢迎底下留言，好不好？报上你的身高体重 ，OK。感染科主任，你现在好吗？可不可以我们做一个开心的、這個？我是润滑剂三号啊。我口水很多，你知道吗？导演最知道了。有开心哈、哦！其实这一次真的很荣幸能参与到和平归来的演出啦。对，真的，嗯，你有那个情绪又比较好，要开心哦。我现在很好，我现在很好，非常好。那我们可以继续合作吗？之后跟导演、跟制作人、哦？当然可以。我刚刚听到有三角店嘛，三角店就一定要有感染科主任。对，哇，掌声！哎，这很厉害耶。我们靠你的支持，我们就会有三角店，我们就会有一个感染科、啊，可能会有很多人要去挂那个挂号。对，超强的连接，谢谢关哥。好，因为我们这一个直播只有一个小时，真的是意犹未尽。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赶快开放网友的提问，好不好？我们快问快答，好不好？因为太多了，来问制作人。网友说，边看边哭，结局留了伏笔，之后会有相关规划吗？有，我们现在筹备《和平归来二》，可能三年都没倒的话，有可能八百次，有可能三年后。那三年后呢，《和平归来二》就是讲 COVID-19 这一段时间的故事。所以我们也已经在做田野调查，哇！所以外传还有外传的外传的系列，哇！你这个宇宙好大哎！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系列也在 study， 就是叫保镖，它是有别于国桥一二三四五，会有保镖一二三四五。那保镖就是台南陈家这个百年出来了，百年家族怎么回事拉出来再做一个爽剧？天哪！因为他有一个职业是国际保镖联盟的主席。天哪，那陈飞感觉戏有很多喽。对对对，大哥那个保镖的女人，你就知道老汪很会画饼了吧？这个饼有够大了吧？好大哦！对，这个、饼很大，你们好大，真的。那谢谢，男生最喜欢听这个。干爹干妈拜托了，好，快问快答，来下一题。哎，工作人员，下一题，问导演，局长演的超好，许淑华 behind me， 就是我衣服这个 behind me， OK。听听他在办公室脆弱崩溃那场戏的拍摄过程，快快答就好。哦、其实那一场他坦白讲，他那场有准备，嗯，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找我那时候把那个场景图，嗯，因为我都会画走位的，嗯，我把走位图画给他看，然后他大概说，哦，我大概，第一开始会在什么位置，然后大概有些情绪会在什么位置，为什么，他都很清楚，是，然后我就告诉他，你的情绪大概在哪里，那我希望这一场大概在几分钟里面完成，这样。然后在几分钟之后，你的那个客场会进来，这样，所以他我觉得很准啊，他很准啊，所以那个影后呢，而且一次就结束，是我 action 一次就。那我们像张诗颖同学致敬，徐淑华局长被害名，超级讨厌。对，好，下一题准确。好，下一题问白白，是否可以指导一下线上观众，可能有意从事表演的朋友，如何处理哭戏喜剧的节奏，有何诀窍？这位同学，白白可能要收钱才能回答哦。就是好好的生活，然后并且呢来上我的课，就可以有很大的进步哟。
这个答案太妙了，超棒超棒。好，最后三分钟，请问高登二人组幕后花絮，看到他们即兴招兵表演，现场可以再表演一次吗？是的，那个各位即将要满十八岁的这个只要你是站起来小便的男生，没错哦，然后加入国军，其实来到高登岛如同出国一样，没错，我们的对待都非常好啊、哪怕你是坐飞机，就可以到我们的北竿啊、对，北竿那边有很多的那个那什么激光饼，对，然后非常好吃，吃的东西，对，所以加入国军真的你可以见到前线，看一下前线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好不好？好棒哦，好即兴哦，来掌声给他们两位，谢谢。方正姐就对就好了，你好轻松哦。对啊。好，来下一个，来问白白跟Sakino， 白白戏中要通知朱先生王耿豪，关于朱太太陈云安的死讯那场戏印象非常深刻。现在可否请白白老师跟 Sakino 现场演一段即兴的演出 ？Sakino 来医院要跟白白领取慢性病的检查报告。是慢性病，我看成性病哎、欸。没有是慢性，你们要演到性病，我也没办法，好不好？哎，导演，你帮我喊五四三二，好不好？来，李世章导演，开机 ，and action。萨先生，对，是我。这个是你的检查报告，你来旁边一下，我跟你讲一下。哦，好，你说，没关系，没关系。他们都是家属，没关系。哦，这么多带这么多家属来，那我就直接宣布好了。就是他现在这个慢性已经变成急性的了，就是这个急性的肺炎。所以那个药要吃得很急，还是要慢慢吃？没关系，我看我还是就跟这是太太吗？这是太太吗？对，她是我小妹。小妹，对对对对，哦，好，小妹，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药哦，就是这一罐直接吃下去。对，这大罐。连罐子吗？连罐子吗？连罐子。哦，那我会。上次哥哥有教你啊，你忘记了？差点噎死哎哥。对，可以过的。所以要怎么吃？就是整罐，然后这个点滴有没有？可是你这个药单上面有一个十三群，这是什么药？十三群就是。哥，是不是 B 群啊？那是 B 群，那是 B 群。哦，那是 B 群哦。你的 B 会不会太开了 ？B 群是每天。十三群。十三群。哦，原来它是 B 群哦。对，它是 B 群。所以这个大概要吃多久？吃多久？但我们吃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再回诊，然后你自己一个人来就好，大家家属不用来，我们在防疫期间。我想说我们有家族遗传了，我就一并不用，谢谢。哎，掌声肯定一下，哎，你们两个好厉害哦，我终于见识到什么叫做即兴呢，谢谢。哎呀，真的好强好强。所以就知道我们在现场导演多痛苦了吧？想办法把他们收回来的感觉，对不对？好，继续走下去哦。小超市没关系，因为太兴奋了，好热。陈飞。苏婉珍最后会代替陈玉美中摇照顾罗世凯推人吗？我就说吧，我就觉得你一直在勾搭学长的脚，偷情既视感呢、啊。我真的没有特别设计，但如果大家看到有，那可能真的有吧，我也不知道，我都没有设计。有啦，其实陈飞他会放电，对，他会放电，静静的看着你这样。我当初就其实在镜头上有发现，然后宇伦其实不太敢接照，好，对。哎、欸，其实我觉得这跟入戏有点关系，因为其实是有目标接近他，对，所以我其实，在那里面，我其实是想要跟他很靠近，对，但他因为他有老婆，所以他其实自然的会回避我，也是很正常。对，其实比如的角色设定，他其实是不会接招的，对，其实他会放电，大家都在角色里头了耶，对，好深沉哦，对，都有，很深沉，但你真的还是爱这个陆思敏啦。陈庆堂对吧？应该是吧。我想第三集应该会有一些别的事情吧。好，麻烦干爹干妈。对。哎，网友说了一个很棒哦，《和平归来》可不可以剪成三小时的电影版本上院线？有，可是也有点复杂哦，而且三小时不好拍档。那就剪一个半啊。因为我们的剧情上价值在我们的主要七集里面，我们有正式线，有医疗线，有媒体线。他要花一点时间来交代，当然我们会努力做这件事了。但是因为如果就搭桥碗吧，因为万一我剪完了上线，然后又没钱又亏更惨，又没有来看就亏更惨。一样嘛，你常讲的万人响应嘛。对，万人响应，一人到场。一人到场。对 对, 對。我们到时候先登记嘛，看看多少人，以后我们就做这个事情。好，拜托喽大家，謝謝。想看电影版本的话。挹注资金，麻烦各位干爹干妈。今天有这个短裤男孩有打书的时间了，好来，
小短裤男孩来拎着一本，拿了一个小时很热哦，这一本热腾腾的《和平归来》的书，来请介绍一下，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个我们现在在官网上，在各大的书店通路都有。那这个《和平归来》这本书比较特殊，因为我们本剧是纯属虚构，可是我们在做田野的时候，做了两年半的田野调查，那么我们最后集结成这本《和平归来》这本书。大家在看剧中间会问很多问题，你买这本书会得到答案啊。然后我们也做了那个永久收藏版的 USB， 就是猴头镜造型。我们在剧中一直看到插管这件事情，这个就是猴头镜。猴头镜就是协医生插管，协助医生插管用的，他挑开你的那个气管，然后把管子放进去，这叫插管。要不要示范一下才给你们擦一下你的？放过猪太太，放过猪太太，你放过猪太太了啦，他都染煞了。那像这些都在我们官网贩售中，那我们官网也有全集，包含国桥一跟二的全集。那最重要是，这些书大概是20年来有关于SARS还原细节最详细的一本书，我们里面有很多新的比对。很建议啦，如果大家看了觉得和平归来很有感，真的很建议去买这本书来看。是，期待什么时候？刚有说什么时候会那个上市吗？已经上了。那我如果说逛那个书店都买得到，也都买得到。如果要官网订也可以，官网订也可以。好，那去书店逛别的书不买没关系，这本就顺手拿个5本哈。对对对，少货。好，没问题。好，因为今天是最后一集的映后直播，我想说好好说再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今天的映后直播我们请九位主创依序的好好跟大家说拜拜，也敬请期待我们未来会强势回归。先请王一新制作人。谢谢各位这么观众不离不弃，这么长久的陪伴我们，也支持我们。我们不久后希望就有机会再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聊新的作品。谢谢各位。谢谢短裤男孩，接着是林诗当导演。谢谢各位的支持。那我们的剧组会继续持续的去做一些找回台湾记忆的好看的剧。那我们也希望做好的剧种，然后好看的戏，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台剧的进步。谢谢大家。谢谢林诗当导演。再来呢，我们先从这个感染科主任关嘉宇开始。谢谢大家收看这1到7集的戏。那希望未来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好戏呈现给大家。当然，更希望未来还会有三角恋，还有感染科主任的存在的出现啊。谢谢大家。好，谢谢关嘉宇。再来是 Sakino。OK， 7集看完了，那我们眼泪擦一擦。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自己不坚强，没有人替你勇敢。我们眼泪擦完，我们一起写故事。谢谢小 Kino。 再来是方胜杰。谢谢大家支持我们这7集的和平归来，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部戏里面跟我们一起回味当时候的那些故事，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用爱去感动我们身边每一个人。谢谢。好，谢谢。再来是延安姐姐陈延安。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在这里还是要继续呼吁大家，一定要用你的行动来支持真心做好戏的制作单位，还有制作人跟导演以及所有的演员。我们绝对会真诚，而且会非常认真的演出这所有的好戏，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谢谢。谢谢朱太太。再来欢迎督导，拜拜。非常感谢王哥导演，然后还有所有的演职人员们，以及在电视机前面在网络上收看的观众朋友，然后还有公视，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们这一次和平归来了，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拜拜。记得报名哦，他的那个表演课。再来欢迎副市长李新文。谢谢各位的支持，这部戏不只是用血和泪所拍成的，而是用更多的钱来堆积的，所以希望大家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和平归来。谢谢副市长，那也请副市长挹注一些资金吧。副市长，最后国桥女神当家一姐好好说再见，来。谢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支持，然后也要再一次的因为和平归来的关系，谢谢所有台湾一直坚守在前线的医护人员，
那我们因为拍了这出戏都非常能够我没有办法说是百分之百完全能够感受，可是因为贴近的关系，也要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在我们现在的后疫情时代，或许看完了和平归来，看完了以前的 SARS， 你会因为这样而获得了现在后疫情时代因为 COVID-19 的关系的一些抚慰跟一些喜思，带着这些东西还有这些祝福留在你的身边。再次谢谢大家，掌声谢谢国桥女神范丞丞，今天和平归来映后直播圆满成功，给自己掌声肯定一下，谢谢谢谢，拍拍手，完成这么好的作品，国际潮牌社很快就会回到大家的眼前了，敬请期待喽哈！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跟镜头说拜拜，谢谢，继续支持国际潮牌社，国际不能倒，是，没错。我们刚刚做足这个好不好？我们一起要不要倒数十秒啊？做足六十八分钟，六发感觉是一个很顺的吉利的数字。九、八、七、六、五，好迷信哦！四、三、二、一，发啦！拜拜！新年快乐！真的六十八分钟，六发，谢谢大家，谢谢和平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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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你要怎么说？爱你们啦！谢谢。谢谢大哥，大哥。我为什么说是谁接档？啊，我哥。现在不是还在播对吧？是上面剪辑。那彭磊还要做什么？